主咒神寄送的第三首，佛放光明照世间，见闻欢喜不唐捐，视其身光极灭处，慈耀庄严心无界。上一次我们将这一首偈前面两句跟大家做了个报告，现在我们看这个后面的两句，视其身光极灭处，这一句经文在现前我们读了感慨非常之深。要知道现代社会何以动乱不安，何以灾难频繁啊，甚至如西方古老预言啊，宗教经典里面所讲的世界末日啊，伊斯兰古兰经里面也讲到世界末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产生？我学佛这么多年，因为平常啊不看报纸不看电视啊，这个电影戏剧歌舞啊更是不会不接近的，所以知道的东西不多。有一些同学告诉我，他们在网络上在西方这些电影里面啊，他说很多年前就这个电影电视里头就演这些世界末日那个悲惨的状况，那么这些事情可不可能发生呢？我们依照佛给我们讲的这些原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大家常常想这桩事情啊，但没有也想出来了啊。实在讲，设法界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十法界从哪里来的呢？从心想生。是念头太重要了。啊，大乘道里面讲的正思维、正念。什么叫正念？极灭是正念。啊，有几个人懂得这个道理？佛法修学最高的境界，极灭人啊！你看《人王经》里面讲的无人菩萨啊，从性人、顺人。到无生法人，最高的到极灭人啊。那么由此可知，现在人心
动荡，就像那个海里头的大风大浪一样啊。这个惊人的那种波涛啊，叫人不敢想象。现在人心浮动到这个状况，他怎么会没有劫难呢？啊，所以有些人常常讲啊，为什么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为什么中国人心会这么反常？啊，中国读书人很感慨啊，为什么我们古时候圣贤那么好？留下这么好的宝贵的教训，为什么不相信？为什么不肯学习？啊，把这个世界搞成这个样子。来问我这个问题的人很多，不是少数啊！我给他们的回答是一句成语：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话意思很深。谁是老人呢？佛是老人，菩萨是老人，啊，孔子、孟子是老人。我们不听他的话，随顺自己烦恼习气，造作无量无边的业障，是不听老人言的。啊，吃亏在眼前，眼前的灾难，这是眼前，这是花报啊。果报呢，在三途啊。果报是地狱恶鬼出生啊，不得了啊。啊，今天我们住持佛法，啊，诸位要记住，住持就是认真修学，依教奉行，啊，弘扬佛法，这社会有几个人能够接受？啊，了凡四训很好，这个两篇电视剧。我看了有二三十遍了，啊！我劝同学每一个人至少看300遍，啊，一天看一遍，看一年，啊。那么现在他里面讲的有没有人相信呢？绝对大多数人不能相信，啊！这个也就是佛家常说的。佛度有缘人呐，啊，相信的人呢有缘，不相信的没有缘，啊，没有缘也好，所以是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哎，他看了阿赖耶识里头落下种子了，啊，所以无论有缘没有缘，看了都有好处。有缘的人能接受，啊，知道断恶修善，改过自新呐，啊，《了凡四训》所讲的是小道啊，啊，但是小道足以保身，足以求得世间的富贵。是小道，啊，佛家讲的是大道。可是诸位要知道，大道不舍小道，还是以小道为基础。小道尚且不能修，
那大道就没份了。我们总得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人心的动荡，如何帮将那个恶的层面呢，能够回归到善的层面，这就好。啊，善恶，《了凡四训》里面讲得很好。啊，虽然没有讲到绝对的境界，但是是圣人所说的同一个方向，啊，同一个目标，这就很难得。啊，念念为众生，为社会。这是啥？啊，出于真诚是啥？不求回报是啥？啊，稍稍夹杂着为自己，这就不善。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起，大乘佛法像华严呢，那是讲到绝对的标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啊，寂灭就是一体，啊，极是极尽，一念不生呢，这是极尽呢。啊，灭呢是灭一切物，啊，一切的物呢都灭了。啊，这两个字是华语，啊，在梵语呢，这两个字叫涅槃，啊，梵语叫涅槃，翻成华语啊就叫寂灭。这个是事实真相啊。诸佛如来修道，修到最后啊，证得圆满的佛果，就是寂灭处。啊，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设法界的根源，圣贤大道功夫在此地，我们为了同学们修学容易明了起见，啊，我们平常说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个说法大家容易懂，啊，实际上呢，就是此地讲的深光寂灭处。啊，经文如果不能透彻理解，我们就无从下手，啊，从哪里做起？啊，学佛
一定要知道，生命是永恒的，身有生命，性没有生命。啊，什么是性？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好，在眼叫见性，在耳叫闻性，在鼻叫嗅性，在舌叫尝性，六根的根性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身体会生灭，肉身会生灭，会生灭的是假的，不生灭是真的。所以我们这个身就是真妄合合啊。诸位要知道，西方人现在讲灵魂，讲灵心啊，心灵啊，我看过这个名词，讲心灵灵魂，那都是属于第二义，不是第一啊。佛讲六根根性呢，是第一，真心本性呢，啊，不生不灭，啊，我们学佛所求的，就是明心见性嘛，啊，是见心成佛，啊，教光大师在《楞严经》上，啊，他有一本著作。叫楞严真谛，他说的好啊。世尊在楞严经里面教给我们的方法，舍实用根，直接了当。啊，我们见不要用眼识见，要用见性见。舍食眼食舍掉，用根，用根中之性，用见性，那你跟佛完全一样了啊。用闻性闻，那么性跟食差别在哪里呢？舍里面有妄想分别之处，性里头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性是真的啊。如果用见，见性见外面的色相，外面色相是平等的，对，你没有分别吗？外面色相是清净的，因为你没有执着啊。设法界都是清净平等的，佛眼见的啊，佛眼真眼见的，真心见的啊。我们凡夫不是用真心，用妄心，用妄心什么？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你见的色相，相不清净啊。你闻的音声，音声是噪音，不清净。不是外头有什么清净不清净差别，外头没有，从心想生，是你心里头的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心想就是指这个东西啊，是妄想分别执着生的啊。啊，外面境界没有啊，而我们误以为外头境界也有，这是我们看错了，想错了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佛教众生84000法门，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方法门径再多，
修什么？修极灭处。要知道方向是一个，目标是一个。啊，极灭处啊，如果用另一个术语来讲呢，就是戒定慧。啊，总不利这个原理原则啊。啊，戒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如法。啊，如什么法呢？与性德自自然然的相应，不加丝毫勉强。这个是戒的圆满呐。定就是清净啊，寂灭啊，慧是一切明了，一点都不迷惑在我们初学的过程当中，戒是手段啊，目的呢是要达到清净心啊，一切都是要求清净心呐、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的经体好啊，啊，汉译的经体是清净平等觉经啊，就把修学的总纲领啊标在题目上。我们修的什么？修清净，修平等。觉就是慧，清净是戒，平等是定，觉是慧。三学里面是以定为中心，定为枢纽啊，慧不必学，定得到了慧就开了。换一句话说，慧是定的起用，啊，定是体，慧是用，慧是体，定是用，它是可以互为体用的。可是我们修学的过程呢，一定是先得定再开慧，慧开了之后啊，这个定永远不会失掉啊。换一句话说，你这个清净平等心永远不会失掉。为什么呢？因为你了解事实真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了解一切这个现象的性相、理事因果，完全通达明了，所以你在一切事相当中绝对不会生起妄想分别之处，那就是甚深啊，这个深光寂灭处了啊。所以在这一首偈子里头，到这一句，才把佛法教学这个真实的宗旨意趣跟我们显示出来了啊。我们知道。我们学的是什么？啊，功夫在哪里用呢？在生活当中用，在工作里用，在待人接物之处用。啊，这叫会修行啊！
啊，我们说的更容易懂啊，真诚心。真诚心是基础啊。那么今天这个社会一般大众用的是虚伪心，真的对面是伪呀，诚的对面是虚假。你看看，跟自己的真心180度的相违背，这还得了吗？这个地方错了，给布设就全盘都错了。儒家教人啊，孔子孟子一生教化众人，教的是什么？啊，我读儒家的书，我觉得他只教了三句话：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孔子孟子一生教人不过就这三句啊。啊，明明德就是真诚。啊，就是清净。就是平等。就是正觉，就是慈悲。这十个字都在明德里头。啊，明德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那叫亲民。啊，亲民这两个字，用现在的话来说，为人民服务啊，为民众服务啊，这叫亲民啊。两者都要做到尽善尽美。明明德是自成就啊，亲民是他成就啊。明明德是自行啊，亲民是化他了。自他不二，才能做到止于至善。啊，圣人所说的话讲的不一样啊，你仔细去观察，说的是一桩事情啊。不但东方圣人啊，看看西方啊，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摩西，看到耶稣，看到穆罕默德啊，他们所说的话也是这十个字啊。啊，语义虽然不相同，意思、旨趣完全是一样的。啊，这正是古德门所说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真理，真理只有一个，没有两个。见到真理，必定都是相同的。啊，宇宙、虚空、法界、众生、国土，确实是一体。同一个根源。啊，为识所变。什么叫为识？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随着众生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
不管怎么变，还是一桩事情，那体还是一个。啊，所以宗门讲得好啊，十得一，万事毕。你到这个根源找到，看清楚了，什么事情都没有，都解决了。天下本无事嘛。啊，容忍自扰之，哪些是容忍呢？没有见到根源的人，啊，他被困扰了，他自己乱了脚步啊。那么佛放光明，放的什么光明呢？就放的是即二常照，照二常即，无非就是放这光啊。啊，这两句话，我都把它讲清楚，不讲清楚，大家听不懂。啊，什么叫即二常照？即就是我刚才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在你心里头啊，没有起作用，这个东西是静的，但是它有，不是没有啊。这是即啊，照是什么呢？起作用，对众生，为真诚心对人，清净心对人，平等心对人，智慧心对人，慈悲心对人，对人叫照啊。啊，即二常照啊，啊，照二常即，虽然用这五种心对人，就没有一丝毫的妄想分别之处，这就是照二常即。与一切人事物交往，绝不受人事物的干扰，这就常即了。怎么叫干扰呢？眼见色，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不会被色迷了，这就不受干扰了，这就常即了。啊，换一句话说，色相里面，我们一般人讲，顺自己心意的，就起贪爱。不顺自己意思就起厌恶，这就着了相了。啊，这个就是照而不即，没有即。啊，照而常即什么呢？顺自己意思的，决定不起贪爱的念头；不顺自己意思的，决定没有嗔恚的念头。啊，换一句话说，在境界里决定是平等的，没有高下的，这常即啊。啊，我们眼见色是照啊，啊，见性在照啊，耳闻声，闻性在照啊，鼻呼吸嗅气是鼻这个性在照啊，啊，吃饭的时候舌肠胃觉性在照，照是其用啊，啊，照而常即，这是功夫啊，啊，照的什么？里面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决定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不起妄想，这叫常即。啊，即跟照是一体。啊，即是体，照是用，
照是提，即是用。啊，什么称作提？什么称作用？这个里头也有区别。啊，特别对于我们初学的人，啊，我们每天都起作用啊！啊，不论是你觉悟还是你迷惑，迷人张开眼睛太会看了。啊，不过跟觉悟的人看法不一样。啊，觉悟的人看了啊，就是刚才讲了，他不起妄想分别之处。迷的人看了之后，他起妄想分别之处，啊，迷跟觉就在这里差别，啊，我们在用功上，啊，真正会用功，用的是什么功？啊，照的时候里头有急，啊，急的里头有照。这叫真功夫啊！如果急而不招，那就死了，那就又断灭了啊！招而不急呢，乱了。圣人跟我们的差别就在此地，活活泼泼，丝毫不紊乱，这叫真功夫。日常生活里头就练了，吃饭，哎呀，这个菜很好吃，多吃一点，你已经乱了啊！你照里头急没有了啊，或者要修行一个老修行人啊，天天苦修啊，看到外面这些菜肴的时候啊，理都不理，动也不动，但是急没有照。大家从这个里头去慢慢去体会，你就晓得修行用功就在生活里头，穿衣吃饭里面了，真用功啊！啊，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随缘是照，不变是急啊，急而常照就是不变随缘。照而常急就是随缘不变啊，话随便怎么说意思都是一个啊，你从许多这些名相呢通通合起来看，自己就晓得怎么用功了啊，你在这个里头真得受用啊，真得自在啊，得欢喜心啊，长生欢喜心啊，这个欢喜心决定不是从外头来的，自信本来是欢喜的啊！连孔老夫子都说嘛：“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说”就是法喜充满啊！法喜是从内在发的，不是外头来的啊！外面的叫落啊，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外面来的啊！内心里头自发的悦喜悦。在佛法里叫法喜充满啊，长生欢喜心，都是讲的这桩事情啊。所以我们要讲生光即灭处啊，
活活泼泼地应用在生活上。啊，这叫真学佛，这叫入华严境界。啊，应用在工作上，啊，应用在日常应酬上，啊，跟一切人事物往来，我们通通用得上。啊，对人、对事、对物，啊，物里面有动物，有植物，有矿物。样样都能活活泼泼的作用啊，没有丝毫障碍，这才叫佛方光明照世间啊！见闻欢喜这四个字，是双关语。第一个是诸佛菩萨见闻欢喜啊，诸佛菩萨看到，哎，你用功得法了，你不久也成佛了，诸佛菩萨欢喜啊。啊，这凡夫众生呢也欢喜啊，欢喜呢，欢喜你是个好人，你以善心待他，你不欺骗他，啊，他有苦难你会帮助他，他从这里欢喜。啊，诸佛菩萨一切众生都欢喜啊！啊，不唐捐这三个字，意思很深。你一定有成就你的功夫没有白费啊，一定有成就，成就你的德行，成就你的智慧，成就你的相好啊，智慧就是光明啊，所以叫不唐捐。唐捐是古时候的术语啊，就是我们很辛勤的去做，到后来啊没有收获，功夫白费了，叫唐捐啊，这个是古时候的一般的术语啊，不唐捐就是你一定有成就了啊，成就自己的德行、智慧、相好，心地依旧是清净不染。这叫真成就啊！啊，如果有这个意图，有这个目标，啊，想成就，能不能成就的？能，但是不是究竟圆满？啊，一边成佛，一般人念念当中，我想做佛，我的修行就是要做佛，啊，果然没错，他成佛了。成的是什么佛呢？藏教佛啊，藏教佛没见性啊，啊，什么原因呢？刻意要做佛，他这个念头没忘掉，那个念头是个妄念呐，要晓得真心理念啊，真心里头没有妄念啊，有念都是妄念。啊，所以他是有所为而为之，
啊，能达到，但是是相似位，不是真实位。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是相似佛位，天台大师六级佛里头讲的相似即佛，你连分证都不到啊！分证呢，这个极其微细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那才到分证位啊！分证位在华严经称化身大士啊，啊，圆教以上的啊，化身大士。那么这个修行方法，这个境界，这是啊，长行里面讲的，要胜庄严诸州胜。啊，他所修的这个法门，啊，他得的是能放无边。可爱要发光明啊！他这个法门在现代这个社会很是切众生机啊，所以我们要想帮助现在的人，一定要懂得现在人他喜欢些什么东西，我们不能违背他的爱好啊，就他爱好里面帮助他改邪归正，这就好久了。正如同孔老夫子说的，思无邪就对了啊。那么他们现在种种娱乐里面呢，充满了邪知邪见，恶知恶见，如何我们就在他那些娱乐当中啊，娱乐不邪，把他改邪归正，去恶向善，教化的目标就达到了，这就是佛放光明照世间。啊，那么世间人今天贪而无厌呐，啊，不择手段的。在贪取贪，这个贪财啊，贪名贪利啊，我们教他贪，帮助他贪，满足他贪，但是是正法的贪啊，你能够得到财宝，你能够得到富贵啊，决定不是用啊恶的手段。啊，我听说现在这个社会全是骗人的，欺骗人的，这个造业他决定谈不到的啊，他所得到的依旧是他命中所有的啊。昨天我听李居士告诉我啊，有很多人呢喜欢吃海鲜，要吃活的啊，到了店里看的是买的活的，啊，他没错，活的卖给你了，拿到厨房去了，那个厨师把活的放在旁边，还是把死的来做出来给你吃，
啊，它端出来不是活的吗？端出来都是死的嘛，它到里面给你换了，你已经被它骗了。啊，现在是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是骗人。啊，这种欺骗的手段能不能赚到钱？赚不到钱。啊，欺骗的手段折服啊。我们要教他用正当的手段。啊，你赚的会更多。你的心会更踏实啊。为什么？你行善，你不造业啊。啊，我们不妨碍他贪呢，啊，不妨碍你发财呀，啊，帮助你发财，啊，帮助你长智慧，帮助你健康长寿。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我们有理论，有方法。啊，所以在这上极力宣扬啊，这个世间人会接受，会欢迎。啊，那我们自己受持正法，就是我们自己也先做到。啊，我们有财富，我们有聪明智慧，我们也有健康长寿。啊，他亲眼看到的，我怎么来的？我有一套理论方法来得来的。你要想得到呢，我把这一套理论方法传授给你，交给你，你也可以得到，这不皆大欢喜吗？啊，绝对不是说，哎，这发财不行啊，发财是造罪业，这人家马上就拒绝，根本就理都不理你。啊，所以不可以违背众生的意愿，怎样把它导向正规？这是真实智慧，这是真实功德啊，满一切众生的心愿呐！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求作佛都可以难念，何况其余呢？啊，所以理论方法一定要透彻啊，不透彻不行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